中医药电台网址 www.ahontp.tw。这个是由我阿宏本人制作主持服务。敬请各位网友观赏，每天拜九拜五下晡五点到四点，欢迎收看阿宏无所不谈。只要对事无对人，什么代志拢会当在本节目发表你的这个意见甲看法。感谢网友多多起来发表，多谢多啦。江西的新风变大声，人在思念，今夕的爱情也会孤单行。阿边悲伤，阿边着惊，最后才知思念。各位亲爱的阿宏无所不谈，咱些网友观众，大家午安，大家好。来咱现场电话台北公里二九七七七一三八，现场电话台北公里二九七七七一三八。咱这个电话依然是和董树林要来定情的电话台北公里二九七七七一三八。来阿宏继续报新闻，分析新闻，批判新闻呐。所以我定来讲，即马社会错乱。真正社会错乱。来，下面咱来看这则新闻，大家所讲的话是安怎错乱？阿宏分析予恁听。声援洪志勇，洪志勇呐，予咱所知影，洪志勇进前，那么报纸讲的时阵呢，要撬这个病床，对不对啦？就给网友一个爆料就对了。那么当时洪志勇他就火人了，对不对？刷下去他有说的时候要给这个超平层要给绝迹，对不对？这表示怎样？这表示洪志勇伊嘛承认讲，那是超病床是唔对，对唔对啦？民意代表要超什么拢唔对啦？民意代表服务人民是无唔对，但是要超什么啊拢唔对？阿宏讲啥啊唔对？阿宏讲一个道理给恁听。
我哪讲你哪听。那么宋楚瑜伊讲啦，伊讲哦，替老百姓敲床，倒也唔对安尼啦。所以我定咧讲啊，拜托个宋个啊，我阁称呼你宋个呢，有诶甲你讲宋，真歹听，迄就是要甲你调侃。阿洪袂安尼，所以孙阿娘，你讲这拢唔对去。伊讲个孙阿替老百姓敲床，倒也唔对，这唔对啊。所以你会当做甲省长，你今日讲一句啊，拜托个，你讲唔对去个。洪祖勇伊打新进的这个立法委员。人在讲伊翘病床，伊就知影唔对，赶紧的孙阿娘，伊就甲因当主席讲啊，讲我绝对无这个代志冤枉啊，吼，对唔对？我有查过啊，唔是我，对唔对？阮的办事处当然嘛无啊，可能人无名，对唔对？是唔是有这个消息？简单重点就是我拄仔咧讲安尼啦，对唔对？报告啰里啰嗦，我简单重点就是我拄仔安尼几句啦。呀！你宋楚瑜惊你啊！你搁讲着对，你搁也讲唔对。哪敢安尼，互你做总统，我看，啊，着下死命吵啊！对唔对啦？啊，替老百姓服务，哪会袂使吵？你甲想，伊讲安尼，伊讲安尼，啊，伊俩准讲，伊也搁咧做省长。伊俩准讲，伊也搁咧做省长。拜托的官员甲民意代表无同款哦。对唔对？哈、啊，因为你官员，你省长啊，你讲一句话，下骹手啊，就做好好咧等伊啊，对唔对啦？因为你有迄个权啊，你会当指示你的部下、你的部属来安怎做啊？民意代表袂使，免啦，讲好多巧，对不对啦？但是民意代表唔是爱巧呢。你若发觉讲无病床，你爱去了解到底是病院的问题，抑是患者的问题，对不对？那么你若安尼生，你民意代表，你会当死到开会，你会当建议。当地或者建议政府，你都要安怎做？安怎做？安怎做？你才后摆唔免予人民找无病床呢？你民意代表直接是安尼咧做，唔是我来撬的啦。你撬的就是啊，利用权势咧撬，迄唔对。你的权势要监督政府，你就安怎来做，予人民会当方便。你民意代表是要做安尼，你敢知？所以大家吼拢，哈，过去阿宏唔捌分析一个，所以你讲过去，咱大家拢乱乱迄款嘞，对唔对？迄唔对去。阿宏即马讲的有清楚无？所以你宋楚瑜，你还搁掠准讲你还搁咧做省长，我搁咧讲啊，我准好做总统，就台湾就死啊，就吵到歪哥起错啦，对唔对啦？是不是？我拄仔咧讲啊，伊政府官员伊有行使权，民意代表无迄个行使权。你讲遮，你家己做省长，讲遮做政治，你做遐久啊，混遐久啊，你阁毋知影较输阿宏，是毋是安尼啊？民意代表袂使吵代志，会使建议政府的这个。得失，对不对？然后政府再看要安怎来改，那是安尼的，民意代表是安尼的，大家过去拢糊里糊涂的就对了。阿宏今日解释有清楚啊无？有清楚啊无？恁这政治人物啊，后迄个宋的你也咧讲安尼，对不对啦？啊，你甲看。伊讲读甲偌好，啊，偌群，
讲过一回啊，对不对啦？原来你嘛是安尼生人呢啊，不对不对啦？你一个董主席嘛是安尼生人呢啊，是不是安尼？嗯，什么讲替老百姓巧成刀也咧唔对个呢？可怜，来，咱来甲看内容。二日，即马已经七日了啦。五天前，那么团出时代力量新科立委洪志勇，伫个台中营总关说着巧病床。洪志勇三日发出声明，呼令时代力量主席黄国昌嘛帮忙还债，啊来咧澄清啊。真趣味的就是讲，亲民党主席啊宋楚瑜。第一过冬讲三日，嘛声完到这个红珠香啊，红珠香啊，啊你个想，我拄仔咧讲个，你宋楚瑜唔对，红珠香伊就知影唔对啊，赶紧澄清啊，对唔对？啊你说了伊澄清啦呢，啊你宋楚瑜怎会搁个拉回落啦？啊有这种个当主席咧，你个想看卖啊？啊爱批啊，慢批。阿宏拄仔有分析清楚啊，我相信大家有了解嘛，对不对啦？伊在咧定性是对的，是不是安尼？所以我定来咧讲，即嘛是安怎是非不分啊？像这种的最高做甲台湾省的省长，伊阁讲一讲话啊！啊，你家想，咱台湾找有几个明了的人，找有几个？是非明确的人，对不对啦？所以这爱批也免批。宋楚瑜先生有岁啊啦，爱退休啊啦，啊，无你若愈讲，骨卡是你愈缩缩出来啦。伊讲替老百姓敲床位，有啥物唔对？媒体报道，宋楚瑜三日出席亲民党党团的这个春酒，这哦，这要我若现场，我就甲堵啊！要我若是党员啊，还是讲干部也好，我就随甲堵啊！我唔惊死，我就随甲堵啊！我讲会报告党主席。你说错了吧？啊，可以瞧哦。那如果我们今天当选总统，那我们可以来瞧啊。我也可以去瞧吗？你同意我去瞧吗？啊，你都好哦。对不对啦？啊，伊就面啊全倒灰啊，伊就知影讲伊讲了唔对个，对不对啦？你无安尼是非甲分一下，就知影讲哦，对甲唔对啦。阿宏即马就是咧安尼，是非甲分落去，是对唔对，分落去，对安尼就走出来，对甲唔对就走出来。啊，若要往钱，要往即个硬凹的，我无法懂。哦，我讲就是安尼先。那么媒体报道。吃春酒的时阵，伊针对洪志勇疑似关说伊的这个传闻表示，帮助有需要的人，唔是歹代志，看你安怎帮助啊，看你安怎帮助啊，对不对啦？你若要去甲病院讲，哎、欸，我这个患者，即我是什么人，还是讲我是啥人，立委，你就赶紧甲敲一下床位。那安尼就唔对去啊！那安尼就唔对去啊！对唔对啦？因为安怎讲？因为急诊的，而这个病人嘛有分轻重缓急的，都爱分轻重缓急啊，这较合理，对唔对？紧急的有需要要开刀，赶紧病房抽出来。
是不是啊？阿宏咧讲的对不对？你慢性病的，我紧，是不是安尼？你再赶紧中风，赶紧的，急诊先赶紧处理，对不对啦？当然啦，处理安那，爱赶紧医好啊，啊病房啊，对不对啦？这些是合理的这个处理方法，不是咧讲的时阵呢，我民意代表来啊，来依我的这个权势，啊叫你病院来敲病房，这是唔对的代志。对其他的这个病患家属拢无公平的，是不是安尼？所以要安怎，你要安怎敲，你家己本身都要尽力，都要徛出来。无真理，你唔好甲人讲；无真正理由，你唔好甲人讲。伊讲，毕竟这是救命之急，当然救命之急无唔对。你这句话讲了无唔对啊！啊，但是问题你去爱去了解啊，这个病人是唔是伊？这个台中营长，对不对？伊，譬如讲五六十个患者无病房的，是不是其中伊上介严重的、上介需要病房的？你唔得头一位即来敲啊，对不对？但是你唔是啊，你要敲的人是排第二、第三位的啊，拜托的。头一位你爱先敲病房，你得。第二位、第三位，你还阁等？道理是不是安尼先？所以你宋楚瑜，你嘛无共查证事实的，对不对啦？你干那听伊咧讲，你见面拢奈袂使吵的。当然啦，病人有分，我拄仔咧讲的，轻重缓急的，对不对啦？哈、你袂当讲我民意代表，我的人就是上介急的啊。我你讲对唔对啦？但是，诶，孙啊，应该深刻检讨检讨的是，为何病房数会无够，会无够，病院的问题吗？我认为讲病院，唔是讲介大问题，大问题就是送去的，拢要送去间病院，对唔对啦？奇怪咧，为了爱大大，你做你甲看啊！啊，所以大大嘛有分院啊，对不对？是不是？伊哪会分院？就是伊认为讲，啊，都大家拢要来大大，啊，都电脑拢客满啊。好啊，我搁另外一个所在，对不对？起一个啊病院，对不对？啊，那么你若有需要要大大来，我附设。附设在遐，你走去遐就好啊。啊，遐嘛是一种的，啊来疏散病人，伊的这个勇气啊，对不对？勇气就对了，对不对啦？啊，就大家拢要去咖啡店买台台啊，咖啡店买桌椅啊，硬装的啊，拢安尼啊，是不是安尼？啊，你若。检讨起来，人讲啊，这个病院大间病院拢无够，开始啊！你政府会当阁无接啊？看谁有要来，阁来开大间病院无啊？财团无阁来啊，阁开了啊，对不对啦？是不是爱安尼先？都咪像宋楚瑜安尼咧，简单咧讲讲的啊，甲安尼简单讲讲，我嘛会晓，对不对？你嘛是咧伊。头疼伊头啊，脚疼伊疼伊脚。你若无咧顾大局啊，啊你过去讲到你做省长，是毋是安尼？因为你省长就是你有权势，有使用权呢，有指使权呢。你安怎甲我做？你安怎甲我做？对毋对啦？民意代表无啊，袂使。安怎讲？人有人的制度啊，制度是恁定出来。对不对？为是恁民意代表定出来，
所以你爱看什么款情形的，拜托个宋楚瑜，好退休啊啦，换少年的啦，伊讲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对啊。啊，你讲的算啊，是安那无够，啊无够，我拄仔就安尼讲啊。民众都有这种的观念啊，哦，倒一间大大外高嘞，拢安尼啊，是毋是安尼？风评外好嘞，啊无人咱要去大大，是毋是安尼？所以现在政府有个分分级啊，你普通的时阵去普通病院，花好偌济钱，遐的时阵呢，哦，你要较这个大间病院，后来你挂号得偌济钱，对唔对啦？是安那，就是讲哦，你爱较开较侪钱哦，对唔对？要尽量做迄个量，啊，你若小块病院，你就唔免走大间的嘛。你那附近小间病院，你就通好去看，这个唔是啥物啊，咱就来个大间的呢。政府是不是安尼先去安排？啊，这是对的啊，但是可惜。大家认为讲生命重要啊，钱无重要，对不对啦？我的孙阿娘加开500块、1000块，我较安全，我较安心啊。这大家甘愿去开啊，啊就无法度，大家观念就是伫这，安怎讲？钱小事啊，啊嘛是政府，有当时啊，拢直直宣传啊，啊你什么啊？哎，赶紧找医生哦。你甲想对不对啦？我每天嘛是安尼报啊，你若安怎好，我都爱赶紧找医生哦。好啊，无你唔通看阮无重要，结果安怎了？安怎？啊，结果死啊，是毋是？拢安尼在宣传啊。所以你要叫民众安怎？所以我常常咧讲，咱台湾社会已经国家已经错乱啊。你讲对唔对？性命。啊，无加1000块吗？对不对啦？尤其是即卖人爱享受，所以嘛，才有什么咧医疗健保，对不对啦？医疗保什么保？对不对啦？啊，你若住院保了，你住院的时阵啊，一工会当搁领偌济？啊，你家想看卖啊？像这种的社会啊，迄乱七八糟的社会啊，啊，政府嘛是安尼咧准啊。民意代表嘛是安尼咧建议啊，对不对？啊，安尼嘛是咧做啊，啊对人民有好，啊，啊大家欢喜啊，哦，我紧小小块，我请假，我来住院，我一天会当阁加2000块、几千块咧呢，安尼敢对？是毋是？我所我定来讲，台湾社会已经拢错乱去啊。是非拢颠倒啊！伊讲哦，也是亲民党存在的这个道理，拜托你咧讲唔对伊。那予亲民党的像你安尼咧领导，台湾爱阁恢复较早安尼宽恕啊！敢那这个民进党咧讲国民党的什么啊？什么复辟啊？啊，我都袂晓讲啊！啊！就是民进党咧攻击国民党，讲什么复辟啊？对不对啦？讲予大家了解。好，到这结束，其他的时候，讲这个网络，讲这个时间，继续收看阿宏无所不谈。来，请收看过来，甲结束。来，怀念的播音员，共同欣赏，再见，拜拜。在空中相会，因为温柔甜蜜的声音爱，希望。
光引不出，为你来心的醉，所以要叫我怎样来对你表示在空中相会，因为你一切，予人因为你痴迷。可爱的你，多音声，介绍我心。心内可惜无勇气表示，就是怀念你。喂，是，我是阿宏，是，现在你已经在山顶，是，请讲。阿宏健康俱乐部每天拜到拜六，空中现场主持，敬请锁定收听。感谢鼓励，下一回你通袂记，空中再会。阿宏健康俱乐部，苦苦的心。无人知，只有叫你名字。我是无的人，你就是台中情人。